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喝醋冰》。醋冰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这个地方是苗栗县卓兰镇，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访问到维新世界合唱团里面的林张细妹师姐。来吧，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喝醋冰。林妈妈，哎，你在这边忙？这个就是你的芭拉红，对对哈、哦。那你的芭拉，我觉得好特别呢。为什么它连这个叶子都不一样？这个芭拉是叫做苹果五子芭拉。苹果五子芭拉，难怪这个形状像苹果一样，好大哦。听说这个品种是很难种的。种不会难种，嘿，不会难种，非常难照顾。在我们在这个外面店铺里面在买芭乐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大概就是这样子包住的啦哈。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详细的去发现说，农民对农民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你想想看，这么一个芭乐哈，他要穿一层衣服，然后再穿一层衣服，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小小的就要开始照顾。苹果五子芭乐，它这个叶子就是不一样，对，这里比较严。林妈妈的这个芭乐园园子里面，不只有这个好吃的芭乐呢，哈，你还有芋头可以吃呢。这个芋头是嘿，自己长来长去到处长。那个像这个比较小只的，你除草除到丢到哪里，它就长到哪里呀。真的哦。对啊。啊，这个芋头很棒呢，不止下面的芋头可以吃，这个芋环也可以吃，也是可以入菜，也很好吃嘛，对不对？哇，简直是遍地是黄金。然后这边这个是什么？你现在一开花，嘿，这个是冬瓜。这个是我一颗冬瓜就跑这么宽，跑这么宽。这边也是冬瓜。对啊，是一颗。哦，一颗哦。对啊，我已经摘了将近快要20个。真的。冬瓜。我们下次来摘冬瓜，来林妈妈的田摘冬瓜。芭乐园竟然还有这么多附带的这个礼物。说，林爸爸已经离开，但是呢，这个家一家人，林妈妈跟孩子一起守护，也有非常多很温馨、很温馨的这个温情在。芭乐，还有你看冬瓜，竟然一颗可以这样子，整个园子里面都这么大片，都有，已经采了20几个了。对，哦，我们下次来采冬瓜。刚才有听到有鹅的声音呢，你
妈妈说她原来养鹅是要让她吃草，结果呢，这个草真是鹅不吃。今天来这里，参观林妈妈的芭拉横，增广见闻，增加很多常识。哎，没有来这个园子里面的话，这些都是嗯滴哦，嗯滴就是客家话里面的不知道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可以采芭拉呢？可以采啦，可以采哈。好，可是他都穿衣服了，怎么知道哪一颗是好的，哪一颗不可以摘？这里几乎都可以摘了。真的？那一定要用剪的还是可以用拔？都可以啊，都可以。李妈妈，这两颗都可以摘了？可以，可以哦。这样哦，好哦，这样就摘下来，就摘下来。哦啊，我看到了，它这个袋子哦，就一边、啊、一边有洞，嘿，一边有洞，这个水是可以出来的，对不对？啊、哦，所以它这个如果下雨的话，或者有露水的话，它这个水也不能装在里面，就对了。我打算想说用纸袋来装，来包试试看。哦，可是纸袋就看不到芭乐了。对啊，啊这个这样摘就芭乐比较好看。嘿。这里还有呢，这个可以摘吗？可以啊。这个有熟吗？要看哪里。哇，这颗啦，林妈妈，这颗好像好大，对不对？这个好像可以摘。哦，这颗好像很漂亮哎。这颗赞。从这里剪下来就可以。哦，是哦。哦啊，叶子下来了呢。啊，这一颗可以摘吗？这一颗都可以的，都可以。那我们把它摘下来，这颗不要等到不漂亮。这一颗，这颗太久它就会不漂亮。哦，时间到了，时间到了。那你要摘这一颗吗？都可以，都要摘了，都要摘哦，都要摘了，都要摘了，好。真是粒粒皆辛苦，就搞干的啦吼。对啊。哎，不过呢，这个也让你生活变得很充实，忙得好充实。呼，好多呢。哇，这一颗是很漂亮的，你看，这颗都没有，啊，也有一点点，但是这是无所谓，这个是 OK 的，是 OK 的。这个就是收获的喜悦，感谢有林妈妈的辛苦哈，才能够这样子让大家吃到这么棒的这个，苹果芭乐。本来是无籽的，因为我前面有一颗珍珠芭乐，一颗水晶芭乐，两颗。那个花交配到的变成五指芭乐，里面变成有几个。现在我就想说，我昨天已经被我砍掉了，那个枝给我截掉了。哦，水晶芭乐跟那个不是苹果的，你就把它截枝掉。一颗珍珠芭乐，一颗水晶芭乐。是，所以它那个花交配下去，就变成哦，是有一点紫。本来是完全无籽的哦，不过混种混血儿也不错啊。这个品种有香味，嘿，还有一个一点酸味，带一点酸味，然后又有脆度，对不对？所以就很特别哦。
是是是，啊，我对对对，我们期待你可以如愿以偿了哈。平常能够在园子里，你也可以一边唱歌一边工作哎。我常常我录的，我就拿来这里，嘿，边放边听边工作。太好了，参加合唱团也这么棒，所以你参加我们的微星合唱团多少年？很多年。好久了，对不对？对。所以你已经有很多很棒的歌可以唱了。因为很多，但是嘿，就忘记，会忘记。会忘记那没关系呀，反正你带着，就像你讲的，来园子里就让它放着，把它喂掉嘞。伊在唱歌，你嘛用当在唱歌。在这里呢，我们要好好的来跟在客家庄长大的，然后非常淳朴又善良的微星世界合唱团的团员林张细妹师姐来跟她聊聊天。听说当年你妈妈帮你后面的时候啊，是有经过好好的思考的，对不对？好，把你叫做 say more， 说有原因的，对不对？对，嘿，在嘿，客家人来讲，妈妈年纪也很大了，离哥哥姐姐也很远，很远。是八九岁，又八九年，又再生我这个小妹妹出来，就打算我最小的你啊，客家人叫做西风盖摩耶，西风盖摩耶，西摩，西摩。林妈妈呢，她平常就是这样子，非常乐于助人啊，很愿意做事这样子的。好人缘哈，听说你最近也是帮我们卓兰教室去发广告单，对不对？对，林妈妈哈就是这么热心呐。她自己来讲也是，可以说是响应这个联合国终身学习，响应我们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的这个提倡终身学习最身体力行的一个同修。你现在摆在我们的后面，就是你的最近的最爱，对不对？学琵琶，学琵琶，嘿，你学琵琶多久？一年多。一年多，哇，差不多。嘿，所以你也是被朋友邀揪阿里德，觉得说很有意义，你就加入了。要我将近快要一年。是哦，我不敢进去。嘿，为什么？后来为了那个周师兄。嘿，周师兄就是我们院里道场中门的一位师兄。周师兄哈，就是去研佑老师那里。嘿，他说来，我们来一人学一样乐器的物件。嘿，这项物件。好啊。哦。他们就阿胡啊。嘿。一个。扬琴，一个笛子，我是不敢，肺活量要够。我自己不会开车，因为太大了，太大太重。对对对，所以你就选了这个，我就选了这个琵琶，我自己可以拿的能力。
其实林妈妈她非常客气，她总是讲说，我吼，什么都不会，可是呢，却是不关系，看到她就是笑眯眯的，不用讲话，看到林妈妈的这一张脸哈，我们就很有喜感，就感觉这样子非常开心哈，这是最棒的这个利器呀。那你现在今天会在节目中帮我们秀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一年来的这个成绩，对不对？可以吗？我是还在学习中。没关系呢，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要这样子，日子很过得很丰富，然后又是做着自己喜欢的，对不对？好吧，是因为我也人丑，献丑的献，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好吧，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分享这个学了一年，对不对？好，从完全没有接触过琵琶，可是在这个一年当中，也是就是尽量抽空的学习，除了上易经风水课程，除了上这个维新世界合唱团的课程，除了参加法会做义工，再挤出时间来练琵琶，哎呀，真是不容易。好，我们洗耳恭听，跟你一起分享你这个在非常忙碌的当中还能够挤时间出来好练习这个琵琶。生活如果能够这样子有目标，就是学音乐，对学乐器，对过去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去接触的朋友来讲，真的要入门一定有一段比较辛苦的阶段，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学琴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对不对？所以林妈妈能够这样子，唔惊艰苦，啊，就勇敢嘛呢，去学琵琶，让自己能够精进，这种精神就是终身学习，让自己不会老，不会对人袂丢，很重要的一个努力的精神。
这样子可以弹出曲子来。当然要驾驭一种乐器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不过呢是最重要的是那个精神最重要。那师姐，你在我们的这个宗门里面，你易经风水是最先学的嘛，对不对？最先学习易经风水，上易经风水的课嘛，对不对？好，因为有上维新圣教这个社会大学易经大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易经就是学会相对待，好，处处懂得为别人设想，也懂得说保护自己。因为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易经其实是最宝贵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智慧。好，那我们现在能够供逢其盛，能够在维新圣教很好的环境里面学到这样子的智慧，然后能够古至今用，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同时我们知道了哪些东西应该避、应该闪、应该要去注意的，我们在课堂上都可以学到。那在宗门里面，因为孝顺跟敬拜祖先，这个也是我们维新圣教非常非常注重的其中一样。好，所以林妈妈也非常感受到这一块。师姐，你说家里的这尊老祖，你是在三宝寺请回来的？哦，从三宝寺请回来。我知道你之前都一直在三宝寺当义工嘛，对不对？好，所以你觉得说跟老祖可以结上这一份缘，很值得珍惜，所以就把老祖请回来，每天可以奉茶。是，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到卓兰，跟这么淳朴亲切的谢梦雨师姐结缘，好，非常感谢。也透过这次的结缘呢，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乡村淳朴最美丽的景象，就是我们台湾人最值得骄傲的人，亲切的人。同时也分享到师姐她这么精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安排得很好，非常感恩。也祝福我们的谢梦雨师姐能够身体健康，然后继续精进，在我们的课堂上能够继续进修，然后也在我们的维新世界合唱团能够继续练你的佛歌。这个是要感谢我们的圆圆老师，是，也感恩维新圣教能够有这个平台让我们去参与发挥。谢谢，今天非常感恩，祝福观众朋友们平安健康，再会，谢谢。